相信很多不但是凤鸣门有这样的想法，很多社会大众也一样的。所以现在当然是这是过去政府做的事情，可是政府它是连续性的，现在就是不能和稀泥，该还他公道就是要还他公道，大声的说凤飞飞当初被禁唱三个月根本是莫须有的事情，是完全捏造的，这两位都作证了，是不是如此？对，不是，我也是被冤枉的，所以我一定要澄清。是啊，方鸿先生也是。是啊，如果现在来讲的话，现在我们一人在节目里边所讲的话，你来衡量的话，我想大概好几个都要被枪毙。枪毙，那是就在那个是不是是不是在当时，对不对？真的是。所以刚才这个刘导也特别强调的是，这个凤飞飞的这个整个生活的这种单纯，现在跟现在的这个演艺圈子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他是当初您讲说他有才华，而且还是这么样的兢兢业业，那现在刚好相反了，没什么才华的，就是有人说那么这个。不会唱歌的当歌星，不会演戏的当演员。涛哥，这是一个现象。我想大概过一段时间呢，如果有真正的音乐，真正为音乐做音乐的一帮人出来啊，要改变这个形态，一定要用事实来去推翻他们，因为真正做音乐的人现在几乎都不做了。为什么？所以你说他表演的节目啊，有没有一点点教育意义啊？说我们都有孩子，大家为什么不这样想？如果我们一个节目啊做的正当性也一样有人看，对不对？不是就是一路搞笑，为一点点收视率一两天的，就是绞尽那个脑子啊，标新立异。我觉得这个形态慢慢会变的。现在不是你有没有才华，不是你努不努力，不是你会不会，而是你敢不敢。那么敢，如果大家不要脸的话，什么人都敢呢、问题毫无价值啊。这整个社会现在，尤其这一两天大家看到凤飞飞的这个，听了凤飞飞的歌，听到你刚刚讲的他的这个一向的这个作风，这是应该重新来思考一下，台湾为什么会，至少在娱乐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两位也可以是。其实这个凤飞飞这一次大家这样子来纪念他，他是一个好的现象，让艺人知道他不作怪不搞怪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做一个榜样走，也会被大家这样子纪念，大家这样子爱戴，一样可以。我觉得这种榜样要多一点呢，大家就会改变了。是。刘老师，这个您教学生都非常严的，你有没有对凤飞飞严过的，或者是讲他过或者说他过的？有，对，他有时候转腔多了，我就会讲他。我讲你多此一举啊，我讲多此一举，我这个花车天主不要，花车天主不要。他因为他这个唱台语歌的时候，他有些转腔啊，转腔习惯性的，像我们就是为那些转腔在讨论过。像一般像唱歌的话，一点问题没有，他根本可以不要叫的呀，他自己就可以诠释了。那你每次说完以后，那个凤飞飞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是马上就听他，我非常合作，我不讲一点问题都没有吗？我在录音室里跟歌手合作没有发生过问题，涛哥。在工作上面，真正工作上面没有问题。我们在现场有这个凤友会的这个成员啊，他们最近收集到包括您的这个写作的，包括您的电影，像现在放的这首《幸福》，是这黑胶唱片，就是，让大家看一下好像。心语里面的幸福，就是刘老师，应该另外一面就上面都写的有。对，心语的导演是刘家昌老师，然后音乐的监制指导。也都是刘老师，对，是刘老师。这都是怎么收集起来的？这个黑胶呢？都是我们有能力，可能是小学的时候零用钱，我们就去买，然后收集，一直存着，一直保存着。也都几十年了，至少快30年了吧？有，搬家也跟着你一起搬，对，搬家一起搬。这就是刘老师刚刚讲的，你真正能够有奉献的人，大家是会一样去尊敬、崇拜、去爱护的。
那这是现在的艺人也是刘老师说，你如果拿出来真实材料的话，照样会有很多，就像凤飞飞的这些歌友会的这些成员，长期以来就是一样嘛，是吧，刘老师？所以刘老师，您刚讲说他是不朽的，是在中港台的歌坛里面，阿伦凤飞飞是永远不朽的，而且不可能有人再有他这么多的戏唱，就是成名歌曲。是以前我们的唱片公司几乎靠他一个人在养，其他的歌手几乎都是赔钱的，涛哥几乎都是赔钱的，就是靠阿阮一个人的唱片这样子养那个海山唱片。但是他当时也从来没有交际吧？没有，他那个时候海山他唱歌就是唱一首什么2000-3000这样子，酬劳买不了房子嘛。那后来我就他那个凤妈妈要想买房子，跟我商量，我就找了歌林唱片公司，找了吕一雄，我就叫他跳槽。然后我帮着阿阮跳槽去，那个时候好像拿了奖金1000万块钱吧，这样子才到了那个歌林唱片了。那这个私底下是我做的。那后来我去找海山的老板，我说不要紧，叫他走，我再捧一个凤飞飞出来。但是到今天为止，几十年我没有看过第二个凤飞飞，涛哥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可以问刘导问题吗？刘导，就说像飞飞姐啊，这样子的影响力，她的歌声，然后这么多的曲子留给我们大家，你以你这样子教父级啊，你怎么样定位飞飞姐在我们的歌坛的地位？还有你那时候曾经讲，你刚刚有讲说她的本土也是成，也是本土，可能败也是这个本土，也不是败，就是说局限，对，就局限。那你那个时候你以为你是她的最好的老师，你有劝过她吗？还是她很坚持她就是要留住她这个台湾味，台湾女儿的味道呢？不是，那个时候是我们没有大陆市场，我们都太近视眼了，是也这个错应该是我。如果我说要知道有几十年后的大陆市场这么大的听众这么多，我会鼓励他到美国去跑一趟学学，就像邓丽君他们每一个人这样子到国外走走看看，他会有一些洋的东西吸收。那我觉得他已经把本土全部给整个一个人包住了嘛，已经到顶了。那个时候不晓得有大陆市场吗？30年前的事情。是，所以我现在我就觉得，哎呀，他如果他以他的悟力，以他的对音乐的理解，对节奏的掌握，他一学就会了嘛，不是不会的。所以刘导，你觉得很遗憾吗？这一点，就是你的时候没有，你没有帮他想到这一块。我没有想到，因为他这么依靠你，依赖你。是，我觉得这个我真的，我一直觉得很抱歉，我没有尽责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有大陆市场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所以我去了大陆，邓丽君的歌比她红什么，我心里很不服气。因为什么，阿阮的唱片卖50万张的时候，邓丽君卖不到5万张嘛，这个是一个确实的数字，我们每天在看的。那我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，在台湾已经全部普及了，就是自己太近视眼，没有看那么大远的远光嘛。那时候整个的环境就是那个样子。是环境。后来我又到美国了，阿阮也嫁人了，我们就中断了嘛。所以这是个遗憾，没有把他推到大陆每一个角落，是我的遗憾。这是刘老师这一辈子的遗憾呢，真的。是。原本你刚刚讲说这个有绝对的可能的啊、哦，不，您觉得他这一次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完了，隔了40天。才让大家知道，您觉得说这很多他的歌迷们太不舍了，就有很多说真的是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您的感觉呢？我只能说，涛哥，我都想过，我要怎么死？我是不是到墨西哥一个小岛子去死，然后不让惊动任何人，不让人家知道看我最后老年那个潦倒的样子？我都想过，没有想到。
阿阮做到了，他做到了。我真正的艺术家，真正的艺人呢，他不在乎那么多，他只是叫他的歌迷永远留一个好的印象。这个是我们最起码的，我们要对得起歌迷，对得起我们自己的 fans， 所以才克制自己，约束自己。我阿阮做到了，他做到了，我非常非常佩服。他替别人想，所以做他的粉丝也值得骄傲。你们再找第二个这样的艺人找不到的了，全世界的。嗯，这肖小姐，你们这刚刚刘老师讲做他的粉丝也都应该这个骄傲的，肖小姐。非常骄傲。嗯，很有幸在，虽然我年纪没有说非常的大，跟大哥比起来，可是我很有幸是在我们这辈子里面有遇到这么好、这么优秀的一个歌手。嗯，就像刚刚刘老师讲的，他留下是最完美的结束，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永远停在那里，而不是生病的样子。对，然后我刚刚补一下，就是对，可能刘老师说啊，可能是近视眼，我们没有把凤姐推到大陆去。其实我们在大陆内地里面也有很多内地的歌迷，那个多是多少我不知道，可是我们有在那边有论坛，有我们有官网，很多很多大陆的歌迷，他们会常常来留言，我们有架设论坛，他们也会上来，就是因为他们可能网络的关系，有的东西很没有办法跨到这个圈圈里面，可是我知道是有的。那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知道凤姐的歌，可是感觉出来他们也是从小听来的。那是怎么听来的？不好意思，这块我比较不晓得。可是我知道有很多内地的歌迷，像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在上海，凤姐受邀去那边演唱，很多，你知道一张票真的是不便宜，对内地的人收入来讲。除了我们台湾的包一台飞机差不多一两百个人去，其他全部都是内地的人。是抢票的。所以你告诉刘老师、刘导演说，他也不要这么自责。老师没有，真的意思就是说晚了啦，慢了啦。对，他可以更早。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，不是慢了，是在那个卡拉 OK， 他有一个记录表的比例，点唱的比例。是，我是看那个表的。我想问刘老师一个问题啊，当我们在听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歌，追念凤飞飞，要感谢刘老师做这么多好的歌。我想去年我们听过刘老师对他的政治理念给了很多人启发。那么刘老师，我们刚才听在这个温暖的秋天的时候，我们刚才私下聊问，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电视节目，没有像这样的歌唱节目来让我们来看，来安抚我们。那刘老师，您撇了政治之外，您可不可能，你觉得你有没有方法在台湾把凤飞飞的精神，这个精神再带起来？你有没有可能来做一个节目，或者有没有可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的指引，或一些什么方法，让我们电视节目的人再有这种美好的回忆，重新再来过一次？我如果说真的社会需要这种东西的时候，我可以义务做，因为我已经等于退出，我真是不在乎名利的人。我因为我前天晚上才推掉了北京三场音乐会。他们问我为什么，他赶到香港来，我说我不愿意出风头，我只讲了这句话。可是台湾不一样，我一回到台湾，一进了海关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有回家的感觉，我觉得台湾人拿我当亲人，拿当家人看，只有这一个地方我有这个感觉。所以看到社会这么乱，像阿阮这样子好的东西可以再来一次，就是比例上，哪怕他们胡闹的90%，有个10%这样做也是好的。如果说大家需要我，社会上真的需要我这样做，我真的义务，我没有关系，我愿意来做这个事情。是，我们稍后再回来，让所有社会大众，不管你是不是凤飞飞的歌迷，但是他是跟我们一起共同成长的，他还有好多事情，让大家一起来分享，马上再回来。